我真系好嬲，好嬲啊！各位 VIP 后，我真系好嬲，我嬲到咧，今日系星期六，我都翻公司做嘢，为啲乜？我翻公司系因为我不断咁搵紧韩国口罩，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咩方法我都谂齐。由新年前，我就系咁喺韩国俾晒钱去订货。我经历过沙士，我唔想香港再有沙士发生。我真系好嬲，香港政府到底做紧啲乜嘢？点解今日仲可以唔听民意、唔封关、唔理香港人嘅生死？我哋呢啲小店就不断去谂口罩，点解唔系政府俾市民啊？我嬲到今日，我忍唔住，我就嚟爆煲啊！呢几日我真系好心寒，真系好惊。即系我睇见香港嗰啲咁嘅黄丝，即系嗰一大堆嘅中产啦、不停喺度投诉，系话政府点样衰啦，林郑点样蠢啦，或者系点样唔合常理啦，或者系点样呢？置香港嘅性命财产于不顾啦。系咁闹啦，啊，即系好似仿如系一两年前咁样，咁样如果一两年前呢，佢哋咁样讲呢啲嘢呢，都系合情合理嘅。咁但系经过呢半年之后呢，即系点解佢哋好似将之前啲嘢粉笔字抹咗嘅呢？你系咪觉得好奇啊？嗰班人，嗰班人系唔知个脑系装咩嘅？呢6个月你哋好好玩噶，玩革命、哦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、哦，有人叫天灭中共、哦，全党死清光、哦，有人叫解散警队、哦，有人要推翻林郑、哦，而咁多呢啲咁嘅武勇派啊、暴乱啊、犯法啊，依旧系咁多和理非，咁多人去游行去撑。摆到明就造反，摆到明就系玩革命，玩推翻政府。啊，你哋冇割席嘛？你哋自己话核爆都唔割席嘛？咁即系一齐啦，即系一班人啦。只不过系有人守龙门，有人打前锋，有人打后卫，但系都系成队人，成 team 人就系玩革命啦。咁当然啦，玩革命冇问题噶，你有本事玩咪玩啦。赢咗，你分分钟做老细，你成立个政府，临时政府都仲得啊！事实上，佢哋已经成立咗临时政府。你输咗，轻则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，重则冚包散。呢啲唔系预咗嘅咩？呢啲唔系你革命就有呢啲咁嘅觉悟嘅咩？哦，唔系。佢哋嗰啲叫快乐革命，啊！佢呢个快乐革命就系呢，冇啊！其实我都系一至五都翻工，我礼拜六日出嚟游行嘅啫，我都唔知咁多啊！啊，快乐革命，甚至乎叫佢三八呢，佢又唔得闲噶啦，三八佢又话，唔得啦，要搵食啦，啊！即系只系话，屌得闲出嚟打行个圈咁样样，啊！咁亦都希望嗰啲武勇派可以做多啲嘢，咁佢就可以坐享其成嗰种啦。即系大部分嗰啲咁嘅扑街心态啫，叫佢真系牺牲，牺牲唔翻一日工，大佬随时我冇埋份工噶嘛，系嘛？我搵少一日钱啊嘛，屌你老母！你睇到呢，其实呢，真系我未见过咁嘅乌合之众，而乌合之众唔紧要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吓，佢连自己咁撚屎佢都唔知道。香港人吓，起码有7大宗罪：幼稚、无知、羊群心理。之余，佢又要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有一种高傲喺度，但系又怕事，又怕死，又唔肯付出，
讲到尾系都系自私。一班咁嘅乌合之众，200,000人同蝼蚁有咩分别咧？系冇分别，佢哋根本冇自己嘅意志，全部都系跟住人哋跟大队走。啊，叫佢哋离开，佢哋话去旅行；叫佢卖楼，啊，佢又话自住；叫佢换美金，哎喂，冇咩人换，个个都用紧港币噶啦。叫佢揿钱，哎呀，好怪啊！哎，都系去游行啦，游行多人去啊嘛。叫佢做公民记者又系啦，喂，冇人教我点做，唔识做，咁啊，所以去唱歌啦，唱歌简单嘛，打开口识唱啦，跟住跟风咪得咯。衰啲讲句，叫佢独唱佢都唔敢啦，系好捻多人唱嘅时候，佢咪喺度跟住唱咯。叫佢三八，佢当然就话要搵食啦，系嘛？叫佢攻中环，佢就走去上水；叫佢接阿里巴巴，佢就去咗投票；叫佢拜 Trump， 拜 Donald Trump。哎呀，唔得喎 ，Donald Trump 都唔 popular， Donald Trump 太捻多人争啊，泛民啊，泛民喺江环系嘛？拜何韵诗。呢六个月，我系彻底觉得，唔系死心咁简单。我实情系讨厌，我系讨厌呢一班咁嘅香港人，系直头觉得系，咁佢哋某程度上当然好过大陆，但系佢哋嗰种抱住一种自己系可能即系比蓝丝聪明少少，读书多啲，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啊！墨西哥红海啊，哇，世界第一名啊，哇，诺贝尔和平奖啊！啊！嗰下咧，系令到你觉得佢哋个抵死程度咧，系同蓝丝冇分别，系一鸠羊咁抵死。依家咧，你仲使问嘅？摆明系抄后线将啦，摆明系攞你命啦。你佢嗰班咁嘅，而家啲香港人已经系如在砧板之上，任人鱼肉。咁当然啦，佢哋当中好多咧系仲未识惊。他们还可能觉得呢，现在是 SARS 2.0， 又有机会呢准备捞底了，上次上不到车，是吧，搞到赚少了那么多，今次还不是机会，是吧。如果你有些共鸣呢，我希望呢，你会考虑去加入啦，在 subscribe 旁边呢有 join 或者加入，这样呢最低是讲紧$10港币的啫。咁除咗一個心意上嘅支持啦，同埋亦都係咧，裡面嘅會員專區嘅視頻啦，嘅 videos 啦，咁我亦都保證咧，裡面好多內容咧，你係接近全世界都揾唔到嘅，係僅此一家嘅啫。雖未至於話一定扭轉乾坤，但係最低限度俾你做到一個最明智嘅決定。咁最后希望大家咧今晚咧都可以放低一啲烦恼，好好瞓一觉。Good night。